我是比较早的时候，高中就开始拍广告。嗯，所以有些女孩子可能，有些同年纪，她们可能会打工啊，干嘛的，我蛮羡慕的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我都没有做过别的事情，就拍戏这样。这条路自己满意不满意？有了今天，是不是自己一向梦寐以求的？ 我觉得还算满意吧，可是我觉得不管我们见到什么样程度，都是我们大家努力得来的。哦，那小燕子还行吗？对，我跟她其实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在拍戏啊，都会交流很多我们的之间的感觉啊，还有一些事情。嗯，其实应该差不多吧。嗯，会觉得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，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，就是。 去尝试去做，就是有希望。赵薇，小燕子，好不好？赵薇来试一下。给您掌声鼓励一下，赵薇。鼓励一下，有点害怕，没关系。赵薇加油！赵薇加油！来，赵薇加油！面授一下机，你看啊，这个这样子啊，这个过来之后呢，你到这条道之后跟着它往上走，然后到这里，再跟着它往下走，对，这里再过来。 刚才其实他也看到了，赵薇想拿到分，没事，我酒一般眼睛给他。从来没有玩过，才好玩嘛，对不对？干嘛？你老戴着护眼罩，你也看戴，他戴上了。好，来准备，准备开始，加油，小心点，多好啊！你看，全过去了，走，这个小心，站远一点，很遗憾，这个200。